离线奖励是什么？哦，强制引导是怎样？算了。本集要继续把奏曲给弄下去哦。不过奏曲真的是太美了，金将不知道被攻杀，强制打一下 PVP 这样的。可可。这是火树翅。哎，又是这种古代字，这是扭的古代字吧？古代神兽字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讲下一只。那这也是双头龙啊，还双头狼、燎原赤狼、火燎。先讲这一只的哦。可以制造了吗？